蜥蜴吃什么？蜥蜴的食物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蔬菜水果，另一种是小虫子等昆虫。喂食时应该以肉食为主，素食为辅，蛋白质营养对于蜥蜴的成长很重要。蔬菜水果方面，除了菠菜、芹菜，其他的基本都能喂蜥蜴吃。常见的昆虫食物则有面包虫、大麦虫、蟋蟀、蜗牛等。体型较大的蜥蜴甚至能以老鼠、鸟类为食。给蜥蜴饲喂蔬菜时一定要清洗干净，如若蔬菜不干净，蜥蜴会拒食，或者在食用之后引起肠胃不适，出现拉稀等症状。蜥蜴属于冷血动物，环境温度会影响它的食欲，当温度低于20度，蜥蜴便不太想吃东西，因此在较冷的天气里喂食之前注意增温，